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名段欣赏。朋友们，今天呢我向您介绍的是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程派名家钟嵘。钟老师，我知道今天带来的就是程派的传统名剧锁麟囊了。对，您带来几段唱给我们说说。一段这个春秋亭的二六流水，一段这个剪皮球的二黄慢板一沙石，第三段就是大团圆的大二六了，最后一场。是的，我们说锁麟囊这个戏呢，是应该说程派唱腔这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剧目了。对了，温偶红先生编剧，程先生自己创造的唱腔。那您今天先给我们带来春秋亭，简单说一说这段唱怎么就那么好听。我想这个春秋亭的二六跟流水呢，它是一个组合唱段了啊。那么这个组合唱段呢，它最亮的亮点就是忙把梅香低声叫这一句。那么就是我拜访翁偶红先生的时候，他说程先生特别聪明，他善于呢这个借鉴又不露痕迹，所以呢就说他这个忙把梅香低声叫是从哪儿这个借鉴来的呢？就从老生戏啊，打鼓骂曹，忙把这个我把阑珊来脱掉。我把阑珊来脱掉。从这个借鉴的老生腔。对，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场戏嘛，春秋亭就这个特别有亮点。那好，咱们下面就还赶紧来欣赏程派名家钟嵘带给我们的锁麟囊春秋亭脍炙人口的唱腔。Thank you.
朋友们，以上呢您欣赏的是程派名家钟嵘带给我们的《锁麟囊》当中春秋亭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二六流水唱腔。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欣赏一下程派名家钟嵘带给我们的《锁麟囊》当中的这段核心唱腔一霎时。Thank you.
Hey, hey, hey.
么以上呢您欣赏的是程派名家钟嵘带给我们的锁麟囊当中的一段非常好听委婉缠绵的核心唱段一霎时。钟老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呢应该唱一段锁麟囊这出戏最后的一段唱，就大团圆的那段唱。是啊，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欣赏。